很累哦，都是刚从仿佛冒过来的吗？还没跟白狼对峙，是吗？还是在现场跟警察喊说反对主持？OK， 不管怎么样子，都是为了大家，都是为了台湾好哈，不管正跟反的。春假了嘛，对不对？都是学生嘛，哈。OK， 也是看得出来，也是坐游览车晕车了。那今天是礼拜四哈，我们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礼拜四，都是这个铁花特调。所谓特调呢，就是由我们在地的音乐的也是乐团的还有就是这类的那边的乐手了。那纯粹就是这个演奏。大家没有听过这样子，就是一个 jam 在这里，可能现场还会有其他的乐师过来，他可能也会随时插进来。那这个演奏时间呢不一定啊，那个时间有可能有一首歌一起可以拉到半个小时，没有啦，开玩笑，没有那么长，怕你们的耳朵受不了。那其实我们铁花村的这个每个月的每个礼啊，这四个礼拜，对，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针对是我们台东这边在做一个节目，像我们现在也有这个结合部落的，是会针对这是在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一个叫有点部落啊，有点部落就是把这个部落的这个文化把它拉到台这个铁花村这边来，结合这些在我们铁花村的设备。那各位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节目表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一个月的节目表也出来，然后呢，那海报啊跟那个 DM 都可以带走看看。你如果这几天都还在台东的话，都可以看一下你喜欢哪一场。明天的话是泰武国小，他是来自台湾组的，有没有听过泰武国小的演唱？有没有？没有，好，没有关系，你来就，如果你明天来就可以看。真的很，那个声音真的就像是一个什么，I love you， 就是天籁，小孩子的声音吼，就是很舒服，像全部都是唱原住民，台湾族的歌谣。那四月五号呢，是到后天的话是纪晓金在这里，纪晓金，那也欢迎你们再来。那所以铁花村今天来，大家应该很高兴吧？低消100块。你们前台湾找不到这样子的 live house 了，对不对？对，一定会像女生来这边，就像在美容一样；男生来就像在加油一样。对，今天来的各位都像是显美啊，你看，就像男生就是英气潇洒。好了，那我就不做多说了。那待会演出当中请大家不要接电话哈。你如果有什么电话的话啊，请把接到位，现在也可以把电话转到那个震动。演出当中你可以拍照拍照，但是不要用闪光灯。那我们的厕所就在正后方正后方那个亮门，这个门出去就看得到了就是透风的会一定会很舒服男生不要故意走错尤其长头发的男生走到你厕所，要不然被我抓到的话会罚你小便10次，看你有多少。OK，那我们现在就掌声由我们音乐总监带领的这个今天的铁花特调，他叫郑杰任，掌声欢迎。谢谢。